便当在路上。所以现在谁已经录好了？我夏晴，我录完了。夏晴第一个录。对啊，好可怕。30分钟就搞定这个。我是两句单独，第一次单独唱。唱第二句就好，就是那个，对，就像初恋，因为那样你气应该会比较够，前面就轻轻跟就好。好 ，OK， 来。我们在录之前，因为在这边或楼下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很放松的，对，就是喉咙也没有很紧什么，但是只要一进去那录音门，瞬间喉咙锁起来。有差，因为其实我在外面练的时候，因为小青第一个录，然后他在里面唱的时候，我在外面超轻松，然后还可以用假音，然后很温柔。然后就一进去之后啊，然后是不是进了那个门那道结界，一进去就是另外一回事。我声音突然变得很 man 很 rock you every day。我觉得应该不会只有我们有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应该就下面20道结界都在那边等着大家这样。直接录 rap 部分吗？没有啦，哎，开始了。直接录 rap 部分可能要录到晚上10点的部分。1、2、3、4、5，那个 rap 真的很难，那个跟我想的 rap 不一样。我觉得因为大家都半小时，我觉得我可能会需要1小时，那个 rap 就占了50分钟。好，我觉得可以再稳一点，再高。Dancing Holiday 的经验中，因为我记得我 Dancing Holiday 好像录了一个半小时，但是今天应该也差不多是30分钟左右，所以好像有比较不紧张一点点。打几分哦？1到10分吗？6.5分，对，还可以。辛苦了。我呢，扣除了那个 rap 的部分。我相信我在大家心目中都是满分吧。加 rap 大概就剩10分。老师在哪里？你在后面。那我问你，可以。等一下，我问你，我刚刚那个 rap 怎么样？我觉得唱得非常好，口气都很对。哇 ，rap 担当。这不是拍照。今天这样应该不会，还会紧张吗？还是会啊，还是很紧张哎。我们有 rap 哎，我也有 rap 哎。对啊。rap 怎么拼？就是平常比较没有接触到的，对，用你的唱方式。都很小。鬼怪。舌头灵巧，为什么你会知道？为什么？啊，对啊。可是我觉得今年的歌没有前2年高，今年比较没那么紧张，没那么高音。嗯。现场清唱一段 rap， 小小段。早就忘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就是如果是国语歌，我可能就是倒带那种。还有萧亚轩的歌，我比较可以加。头发甩甩，把音乐走开。无脸明星的小小悲哀。你刚刚这样录音录了多久？录半个小时吧。半个小时。对自己的表现尚可，没有到非常好，但是也没有到非常差，就中间6分好了，6分比较及格，5分有点惨。那你们都怎么开场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每个人开场的。我们每个人开场好像都不太一样，像旁边有一位，你说这位是？就是、对，喝酒啊，喝酒，高粱啊。对，我们是早起，然后稍微 rap 听一下歌，然后跟着唱这样的。就是比较一般的。会喝点酒啊，要吃那个。为什么导播哥在笑啊？因为刚你的团员们刚，因为导播哥喜欢菲菲啊。我跟你讲，我是真的是我们所有人最快的，我甚至没有
有录到半小时，我觉得我蛮满意的，因为我这次的歌真的好像没有那么高哦，对，对啊，然后就都上得去。满分100分的话，那一定要打吗？100分啊，刚刚不是10分吗？100分，做人要谦虚。好，120。80啊，80，我想要还有20分进步空间，我应该只有70吧。其实上下而已，对，还可以再更好。我第一次听到那个 demo 的时候很不习惯，我说哈，这是我们要唱的歌哦，然后就是跟以往的曲风比较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会有点不知道，哎，要怎么去唱它。这次的单曲是我自己蛮喜欢的曲风，就是比较摇滚，然后就是可能我学生时代，就是激起我那种学生时代热血的感觉，就是还有热音色。你是热音色的。曾经啦，就是半个学期而已，转学了嘛。对啊，我以为你被踢出社团。不是吧？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我呢？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学姐对我一直不是很友善？怎么会这样？不是，我不是从一开始说你很凶。对啊，我不是从一开始完了这样。是又是这个组合，是不是？又是这个组合。就是这个组合。然后我刚刚录到一半，然后老师说：“哎，你那个太糗了。”太糗，开始 free 起来了。对，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糗？那个要那个亢奋一点。然后说：“哦哦，好。”嘿，好啊 ，Rock you。你唱的时候啊，就是登上我们圣殿那一句，登跟创你都可以用稍微用点力吧，可以出来肯定一点。曲风哦，跟去年一定差很多啊，去年就比较复古，今年这是什么风呢？摇滚。我觉得今年有点像日本少女团起来的感觉。就是有有有有那种动漫的主题歌曲，会不会跟我们球迷都在？应该我们有这个动作吧？没有，就是球迷啊。那很帅哎！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球场不是有请那个就是团体来，然后他们的粉丝就有来，在本后就是这样跳，真的超厉害。一切其实刚开始不是那么顺利，因为我刚好唱歌的声音介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，就是介在真音跟假音之间，然后唱真音又有点太 man， 唱假音又有点太咬字会比较不清楚，不交不清楚，对，所以刚在咬字的部分有下了一点点的功夫，听起来蛮厉害的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厉害，蛮厉害的。行，我应该不用出声音吧？你可以出啊，出啊，出啊，出一点声音啊，出一点出的声音。出出不满意啊，真的。因为我觉得我自从那个肋骨受伤之后，唱歌跟跳舞其实都有影响。哦，他肋骨受伤插到过肺，不是插到过肺，现在还顶着肺。顶到肺哎。所以就没有办法正常呼吸，所以刚唱歌的时候会有一些有一点影响，就气会比较不稳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你觉得我在开玩笑吗？啊，你有去检查过？检查过。那医生没有要帮你处理？医生就说放着它就自然会就这样，就放着，顶到肺放着。确。啊，为什么你插到肺你还唱那么好听？对啊，我刚还是因为插到之后你唱歌很好听哎，我唱歌好听。对啊，你不是常常在跟曲曲？因为我们是见证人哦，因为那个是用假音唱啊，假音唱会比较舒服，听众会比较舒服一点。你刚才在里面好像蛮嗨的。我每次进到录音室都这样啊，你的声音嗨了起来吗？我尽量，老师就会说，哎，你要不要清一下嗓子就开录起来？说，我声音蛮低的。听到这句，我很尴尬嘞，我真的是已经清到我不能再清了。我知道我要怎么说了，我只有80分进来，因为剩下的20分是所有制作团队的努力。啊，我们20分而已。生气了，不拍了，不拍了。我跟老师说，哎，老师啊，不，你才20分。哎，所以现在是谁已经录完，谁还没录？我跟林丹录完了，然后他们三个他刚加，我刚在隔壁房已经录完了，一来就很抓紧了。好，工作好多。没有，我傻眼了。你不要当综艺节目在做好不好？真的会，快谈啊谈啊，冰冰，打乱我们节奏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拉倒就是，拉倒会发现洞的，拉倒被打乱的，好好。他比较属于就是大家都应该，你们
们听一遍，就会洗脑，你们就洗脑了，被洗了，这样就被洗了，被洗了。所以我们其实速度蛮快的，现在心情不会耶，我蛮放松，蛮放松。嗯，已经准备好了，已经准备好。你们等一下，也就是可以让自己处于一个要跳的状态，就是要有那个 grooving。你要边跳舞律动感，对对对。哇 ，grooving 英文就出来了。你要说，因为它有一个 hey， 他就说 every day hey， 然后你要自己要有那个，因为你不可以 every day， 怎么变 dancing 他的雷蒙，跟我想象。